你干什么呀？你弄疼我了。所以只要我家里有钱，我对你做什么你都可以不介意。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你干嘛？你装什么装啊？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你说什么？这么想做我的未婚妻？ 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整天说自己是小公主，不就是想要我亲你、抱你，这样那样吗？是你自己说的。就算我不喜欢你，你也愿意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太过分。我永远不会做那个被抛弃的人。 刘叔，您还在外面？是啊，我还要和郑楚瑶约会呢。哦，他会送我回家的。好的，小姐，您注意安全。嗯，拜拜。不管你再怎么努力，你永远都比不上于泱泱的善良跟单纯。我郑楚瑶，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的。 离他远一点。要是熊骑士，就该是今天发生的最美好的事情了吧。 星辰，打起精神来！
听听，下周末学校为了给毕业的学长学姐饯行，举办了一场酒会，酒会上所有的学生都要跳舞，请你一定要当我的舞伴啊！啊？干嘛找我做舞伴？你的舞伴不是雷佳娜吗？我已经不理他了，而且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快答应我嘛！哎，不行，我已经确定了我的舞伴是郑楚耀。郑楚耀？你觉得他会答应你吗？由不得他答不答应。星辰。我在这学校这么久，怎么没发现这更衣室啊？当然了，这是我私人更衣室。你还真是享有特殊待遇的大小姐。那当然了，你不知道学校的维修是我们家赞助的吗？你那个可怕的眼神，在想什么奇怪的事情呢？用你管。哎，你要干嘛？我觉得这更衣室的位置有点奇妙，对面不就是我们男更衣室吗？你拿这个，该不会是要偷窥吧？哎呀，没有，我就是想看我药王子今天穿什么，好跟他做搭配呀。哇塞，你追男生还真下功夫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在这儿挡着我了，快走快走，快走，赶紧走。星辰，你要快点啊！四叶学院马术课专属更衣室是耽美论坛上的另一个神秘圣地，一群八块腹肌的骑士们，还有传说中的 BL 神兽三角兽，弄不好还能看见梦溪叔叔，他可是